其实，从修行来讲啊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修清净心。已经染污的了，要能把它呢，净化掉，的妄想千般皆不管，一声佛号要分明了。那更不能呢，再染污自己了。像弟子规说的，彼说长，此说短，不关己莫闲管。坐闹场学悟净，邪僻事觉悟问。非圣书秉悟事，必聪明坏心智。所以我们要利益他人以前呢，我们要很好的护念好自己。所以这一部经，德尊普贤里面提到，贤护等16正事。这个贤护，首先要能护好自己了。那我们也要问问自己了。因为师父领进门了，修行要靠个人了。你看一年又要过去了。我们修行是不能稀里糊涂的了。而自己的心有没有更清净呢？心净佛土净了。能不能往生呢？这个清净心很关键的。我们现在假如不能很好的使用手机呀。这心要越来越清净了，容易吗？我们科技呀，设计出了很多东西，这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啊，可是很可能我们创造它之后啊，被它控制住了。这一点呢，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说，我们的老祖宗啊，科技强不强？很强哦。诸葛孔明先生就发明自动化运输了，他为什么把它毁掉？这古人。看东西看得很远的，你看我们东方不发起这种科技快速进步，后来西方发动了，工业革命200多年了，整个地球现在什么状况？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。今天为什么会搞到这个样子？当然，科技本身呢是为人所用的，人的德行、人的定力不够啊，那就被科技牵着鼻子走了。我们现在看看。我们现在有没有被手机牵着鼻子走了？大家一看，坐了高铁，坐上公车啊，我看80%以上的人在做什么？都是低着头。大家有没有听过低着头看手机，禅定修成了？
到目前还没听到一个了哈。那所有的修行不是修禅定吗？看到这个现象啊，哇，以后颈椎病啊，很多很多啊。这个都是共业啊，共业中有别业啊。我们能不被手机控制啊？那得我们自己很有定力才行。很有原则才行了。而且我们自己不善用手机呀，下一代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下一代比我们更严重哦。我们有认识，也是做企业的哦。他们在孩子面前呢，都不玩手机，让孩子感觉到什么？那个手机是办事的时候才用的，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是陪伴他们，所以潜移默化呢，孩子也不会去玩，我们家三个小孩。我是两个姐姐。哇，我母亲呢，几乎不化妆的。当然，可能比较大的场合化一点淡妆平常没有在化妆的。我两个姐姐都不化妆。所以都50来岁的了。背个背包到大学里面去呀，可能人家还把他当学生看待好，所以这个父母的身教很重要啊，尤其你善用这些科技呀，不被染污啊。不然，这个染污的速度吓死人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决定没有染污啊。你看老人家胸怀天下，天下哪件事最重要啊？教育啊，好人教出来，坏人教出来。所以我们看，165页，第一段，从前教育的方法非常之好，佛法还没有到啊，我们的祖先就是用传统的教学法，佛法教学也是用这个方法。这是真正的教育啊，符合戒定慧三学。小学完成了就入大学，跟佛门里参学的意识相同。大学是着重于讲解、研究、讨论。这个时候学生呢，智慧开了，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辨别邪正，辨别善恶，可以参加研究讨论。他先有戒定的功夫了，他知道戒是规矩的。所以，先求根本智，这个讲解是求厚德智了，先有戒定了，才能开智慧，现在的教育忽略这一点了，小时候让他尽量玩，
哦，然后也培养讲话，口才要好。假如他邪正善恶都不会分辨，口才很好，会怎么样？那父母、老师都讲不过他了。那变强词夺理呀，甚至可以胡搅蛮缠了。所以不能把重点先排在才能上，应该先放在德行上、智慧上。现在强调创新能力。你不先有智慧，不先有德行，他很有创新能力会怎么样啊？哇，你看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吧？有没有创造力？哦，所以这个《资治通鉴》开篇就讲才德论了，德者才之帅也。你现在人能力那么好，但没有德行驾驭它，哇，那这个问题会很大了。所以古人这些教学的理念，他都有考虑的。我们自己也要分辨清楚不然别人一讲，你很难跟他反驳啊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想太去反驳别人了。你不被他影响都不容易啊，所以自己要建立很正确的认知啊，才不容易受影响。那传统这个是老师讲解讲完之后啊，学生提出意见，研究讨论，教学相长。这是完全着重厚德志的圆满成就啊，先求根本志啊，清净心，再求厚德志啊。大家注意观察老和尚那个年代的人他们15、16岁的时候那个照片呢都是很单纯。我们现在15、16岁的孩子照起来怎么样？动作很多是吧？你看那个时候的孩子一照，中规中矩的。那个都是新的状态